是刚刚列车长的1809年，1809年8月21号，那个秋段秋段。9:01班车是4029年新康数奥新的超值，为校号。区间快车用826.825超值为校区快车，在秋段跟没什么。今天真的人超多的，以往那个位置。那一路站哦，站回对方了。还有 PP 之前要死离秀站。Reform。今天晚喽，对啊，都还没到。我谢哥哥，那些每个马站都直接丢我们来的公里。跟他通过八堵站，然后是4024的超值下轻快车，用85.86，等下轻快车再八堵，再今天我谢哥哥再见。